一个小小的变化，他们就一直在那研究，一直研究，对吧？嗯，就这样研究不完，哎呀，没有办法研究透透。嗯，好，那我现在在将一只比较特别，他们从来没有看过的生物，给它丢在里面。谢谢。好，所以你看，我现在是请问他们一下，这是哪里？我们这几个看过的，我们都知道是这个，对不对？那假设所有科学家不知道，那是不是一直在找？找几千年还在找这个，对吧？对吧？我像这个东西，我讲稍微呢，再用那个文字让他去找的话呢，他在这个角落，他怎么会找得到？嗯，啊，在这个角落，你们看怎么找得到？啊，科学家没有人去点他吗？